海峡，男人们都出外谋生去了，留守的惠女就用勤劳刚毅承受着生活与劳作的重担。这段舞蹈是描述惠女扛石头上石船的肢体语言，描述了惠女无以伦比的阳刚之气。婚嫁那天，新娘身着嫁衣，打着黑伞，由娘家的亲朋好友陪送过去，此后便常住娘家，直到有了孩子，方可名正言顺地常住婆家，与丈夫共同生活。